是两张一样的，你想，两张有什么差别呢？一个是还没按下去，一个是按下去的。那我已经帮各位做好了，所以呢，我就先把这些总共18张图啊，把它 Ctrl+A、Ctrl+C 复制之后的话呢，再放到我的这一个什么呢 ？Drobo 里面的Middle M 开头 M DPI 把它贴上去。好，那就有这些图啊，请你把这边呢。也是一样啊，再一个 layout， 这个底下再一个 layout， 把 layout 的部分呢做成水平的，啊，放在哪里？放在这里好了哈，跟前面是一样的，然后把这一个丢进来，两个，把它做成同一列好了哈，按右键，再做什么 gravity center， 好，把它做一个 center， 好，那第一张的话呢哈，我怎么样把它变成一呢？选这边一下 ，drobo 里面呢就可以看到这一张底线一哈。好，有没有这个这一张 background 点一下，然后呢找到。